哦，不过刚刚真的是蛮危险的。哦，真的很危险。对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，这个控球，哎呦，传过来，来不及了。哇哦！哇，那我们高老师的容忍度真的是蛮高的哦。嗯。出生球之后又来一个这个大爆头。还是没有要换头的意思。亚西了，你看连捕手，还是这是一个策略。